大家好，我是热血阿杰黄世杰，很高兴您收看热血阿杰频道。我想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不一样的东西。什么叫不一样的东西？今天我的所在地是在一片台北市内的森林。我想森林里面孕育了很多的神秘物种。那因为我的下一本书9月3号上市的《昆虫上菜》，它跟昆虫有关系，跟生态有关系，跟民生更有关系。所以呢，特别要录几段来跟各位分享为什么要出昆虫上菜的这个心得。在这边要先跟大家介绍几样有趣的食物。第一个，姜姜，很多人会觉得哇塞，吃昆虫会不会太残忍？但是我想要跟各位介绍，这个是来自泰国的昆虫食物，这个叫做蟋蟀，蟋蟀干。然后还有一罐，这一罐是从日本带回来的昆虫食物，叫蝗虫甘露煮。这是在日本长野县，他们用蝗虫抓到以后，以黑糖、酱油去慢慢熬煮而成的昆虫食物。第三样是去过韩国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你知道韩国他们有一种路边的平民美食叫做蚕蛹，蚕蛹这也是罐头哦。昆虫上菜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想要提醒各位，当全世界都认定昆虫是未来人类可能必须依靠的粮食的时候，或许你觉得残忍，但是不要忘了，连瑞士这样先进的国家都已经在这几年把三种昆虫食物包含面包虫列入他们的食物清单。所以各位不要再觉得昆虫，吃昆虫是残忍的，不，只要我们维护好我们的自然环境，让这一片森林生生不息的话，这些昆虫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吃昆虫绝对不残忍，而是我们如何维护环境的重要。热血阿杰，热血介绍昆虫上菜。